北美时间1月29日，疫情最新消息。中国方面根据丁香园医学论坛疫情实时地图显示，确诊病例为6059例，疑似病例9239例，死亡人数133人，以及治愈人数120人。美国方面，根据 CDC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数据显示，这几日并无新增病例，依旧为5人，而疑似病例有所上升，达到了92位，并且 CDC 出于信息保密以及避免造成恐慌情绪，而并未公布疑似病例的所在地区。钟南山在接受新华社访谈时表示，未来1周左右将达到疫情高峰期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有针对性的药物来攻克新型冠状病毒，早发现早隔离依旧是最原始且最有效的办法。